神隐多天之后，立委刘建国终于露脸，黑边眼镜、小山羊胡的造型没有变，但是感情风波八卦每天扩大，他越说越激动。像我感情问题，确实我爱个自我检讨，但是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小丑。我的感情的问题，真的需要伤害到别人吗？伤害到人家的名节吗？这个比我自己在选举过程里面那一种污蔑、那一种糟蹋，千万倍。没有跟平常联合服务的县议员廖秋平并肩而战，刘建国是夹在廖秋平的先生与爸爸中间，双方刻意隔开，全程甚至眼神零互动，只驳斥男女关系不单纯的谣言。同学拢甲问诶，你妈妈来上新闻，安来报呢？我变哪甲囡仔讲？廖秋平全家迎战，廖父甚至哽咽落泪，痛批有心人操弄县党部主委选举恩怨。李婉玉也不否认连续po文就是跟这场选举有关，但感情上还是持续宣示主权。他个性他是很保守跟谨慎，可是我是有话直说的人，他叫我拿下来啊，那我当然就是出名难为，只好拿下来。只是一场男女风波绯闻，连日来攻占大块媒体版面，不少人质疑大家全在看绯闻，新内阁上路争议的政策一下全没了舆论压力，是不是有人在操控帮新政府转移焦点，也更引人好奇。记者蔡小刚、王义超 SNG 小组云林报道。